其实杂货店12月28日上映，大家可以多去支持。然后，因为是一部比较温暖的电影，所以大家冷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比较就是很厉害的演员嘛，所以说也会带动我很多情绪，让我能够好好的融入到那个人物里边。对，如果只是表演的话，因为也才上大学嘛，其实对表演的一个我也不好去整个去概括表演是什么东西。我觉得表演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那个就是见解的方式吧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还需要在很多的慢慢的积累去观察生活，这样才会能够更好的去诠释人物。反正就是觉得合适的东西就可以去尝试一下，然后呢，也在学校会继续学习这样。对，最近都是在帮那些山区的小孩建图书馆嘛，所以还是会继续下去。如果会有好想到一些新的好的一些方案，也会去实施落实。对，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唱歌的晚会会去，然后跨年演唱会也会跟大家见面。